除了 RIWAY， 有没有听过人是包飞机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我们 RIWAY 的领导人也已经做到了，所以真的需要一个非常热烈的掌声给这些所谓的领导人，非常了不起。Sepanjang hidup Anda, Anda bisa perlakukan waktu Anda seperti hari terakhir Anda. Maka percayalah, dalam waktu yang sangat singkat, Anda bisa ya mencapai target dan impian yang ingin Anda capai. 我看到这间公司的诚恳，你们要激发你自己本身，给自己本身一个很不服不爽。来挑战你自己，往更加高处去冲，这个是一种力量。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空间等着我们去真正的开始。你要撕裂你目前容量的空间，你才能装得下那条船。你要得到多少，你必须要付出多少。今天你有怎样的思想，它能够决定你的一生。你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要是你改变你的思想。今天如果你要成功，你需要具备一些怎么样的心灵？所以一个成功的人，他不单单只是乐观，他会很积极的去聆听。最现实的东西，要怎样在职场才会成功？不是你多厉害卖产品，不是你的见证有多少，真正主要的关键是你有一个多强大的组织，要以 RIWAY 人为骄傲，去保护这么难得的东西。